想骂回来。不要，你要乖哦。不要。不要。下次不要了。没急啦，这东西是假的啦。大麻烦。你不吃外套啊？假的啦，别讲我假。四千块卖卖了，卖了弟弟爱弟弟，爱卖。老公提起菜色啊，也有。伊讲叫人家公去菜市场买。车来啊，那个都是老人经济了。哈哈哈哈哈。我跟你讲。是啊。哈哈哈哈哈。来来，车来了。你不要做大。很好了，很好了。车来了，慢慢走。漂亮，好，叫妈包起来，放回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真好看，哎，叫小舅舅拍出来看。